什么事？把这首歌谣练练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让我假扮女人？都说了是不时之需嘛。寇兄不仅武功高强，还能妙手易容，神奇呀神奇，在下佩服佩服。好啊，如果你愿意挖掉你的眼睛，我可以。哎，你，白墨，走。什么人呢？哎，师傅，你好声好气的跟他讲，他居然如此恶毒。明明是他没本事不敢去，还敢威胁您。哎，师傅，您瞎高兴什么呢？就要见到老朋友了。都什么跟什么啊？你别慌，我对你没意思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就从来没有把你当成，就是你在我心里，就是。我就是不知道我易容之后是什么样子。反正我易容之后，别人也不知道我以前长什么样。哦，师傅开了一剂药贴，让我熬着给你服用，说能让你声音变得好听。来看，我哑了，我哑了，我瞎了。白墨，你给我进来。师傅，你叫我干嘛呀？我在收拾药渣子呢。拿来。啊？不不。我让你给沈姑娘准备亮嗓的药，开的明明是茯苓，你准备的是猪苓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明明是一样的呀！你还敢顶嘴？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够了，你先出去。我没说你，站着。睁眼。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不时之需嘛。你还真下得去手啊？用药而已，你不用担心，沈姑娘两个时辰之内就会好。至于我，只需要一个时辰。你拿我一个小贼寻开心，有意思吗？我只是想尽快拿回山河图，此事你去办，更有胜算。一炷香后，我们出发。你疯了，我来不及易容。时间不等人哦。
单独见你们，请随我来。你给的是什么曲子？单臂小调。雪姬夫人其实是单臂人。你眼睛好了？没有，没有啊。 来不及了，你先走。你要做什么？别管我，继续计划。我去拖延时间，你去搞定龙门宴。相信我。